全省财税联合汇报今天上午8:30在省训团礼堂举行，由省政府主席谢东明主持，省县市财税主管人员300多人出席参加，财政部政务次长杜金红、省议会议员代表冯锦树也都列席参加。谢主席在讲话中加冕全省财税人员一年来的成就，他指出省政建设需要庞大经费的支持，目前蒋院长宣布进行9大工程，在5年内完成。谢主席希望各级人员贡献智慧，进一步做好财税工作，以加速建设，为社会国家而努力。定向财税联合汇报一连举行2天，